大家好，我是雷米虾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奶。Hello， 你今天要做什么？这个，这个是小小兵的饮料杯哦。他说有牛奶，然后旁边还有好多香蕉哎，所以是不是香蕉牛奶啊？香蕉牛奶。小小兵最爱的香蕉，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所以他这边有这种四种杯子。那姐姐拿到是绿色，妹妹拿到是这个气球的哦。这是 Hello， 有没有气球 ？Hello， 小小兵耶，好可爱哦，三只都有。然后姐姐的呢？哦，姐姐这是最小只的 ，Go， 吃香蕉吗 ？Banana， 好多香蕉哦。然后它里面还附了什么？吸管，还有附一包粉而已哦。然后你要自己再自备牛奶和冰块。它这杯子上啊会有一个小星星，你去找找看，它有小星星。那牛奶就是倒到星星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牛奶，这个要倒掉吗？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要加入粉。帮我打。好，帮你打开。这是香蕉粉啊。香蕉粉不知道，闻起来是香蕉味吗？掉下去了。再来要做一件事情，加冰块。他说要加一颗冰块在里面。好，冰块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之后呢，摇一摇，这样子一个在下面，然后上面这样盖住，然后上下摇，摇几下？要摇均匀。他没有说60下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58 59 60。好了吗？有摇均匀吗？有。喝喝看，好喝吗？香蕉牛奶还是什么奶昔？香蕉牛奶。香蕉牛奶好喝吗？可是我觉得一点点不像香蕉奶奶，你会好喝。好浓哦，不爱喝。它像奶昔耶，而且它比较甜一点点。嗯，我也喝。妹妹已经喝快光了，已经喝一半了嘞。你会喝太快？这就是今天的小小兵的香蕉牛奶哦，好喝吗？好喝。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